来台籍欧籍，来，我们很高兴认识你。那你现在有了脸书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？我想我加入脸书的意义就是说，我能够利用我这个一点点小排底的技巧，介绍一些中文、台语、英文、日文的歌曲，让大家快乐快乐啊！虽然技巧不怎么样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不过透过这样能够让大家带来欢乐的时候，就是我最大的目的。谢谢。那我知道说上次您的这个在玉成公园吹排笛的这个影音上去了以后，你认识了一个忘年之交，可以讲一下吗？我说忘年之交的是真的蛮杰出的一个年轻人，他非常礼貌，非常 gentleman， 所以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以后，我可以教他一些英文啊或越南文，他能够教我排笛或洞箫的技巧。我是觉得这种组合虽然比我儿子还小了好几岁，不过我觉得很高兴。我是觉得因为江小姐的这个牵线，我是觉得这种牵线实在太棒了，实在这个缘太神奇了，而且非常高兴。真的人生不过如此，活到老学到老，那如果能够帮大家互相帮助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真的非常的和谐而且快乐。那人生不过如此而已。我知道经由那个 YouTube 的传播，你跟这位先生有了联系，那知道你们后来有固定的聚会？我们有固定的每个礼拜六，几乎每个礼拜六或两个礼拜的礼拜六就有聚会一下，互相切磋啊。他教我比较多了啊，他教我比较多，不过我可以教他其他做为人处事的或一切语言方面，我想这方面处的是相当的棒的。那么再来就是说，我这个在录影的场所呢，是我一个大的攀岩场，还有那个我的壁画。如果有一些可以变成朋友的真正朋友的话，我也相当欢迎他过来，大家运动运动，快乐快乐，这样促进身心的健康。那你所谓的壁画是？壁画就是说跳高6米、宽5米的壁画，非常漂亮。那是由专家，一个30年、一个40年的这个非常 pro 的画家来画。那攀岩场呢，也是宽5米、高6米的攀岩场，这个台湾应该是比较少见的。如果为了促进身体的健康呢，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健身中心。当然也希望一些如果可以真正成为好朋友的朋友呢，可以过来大家来体验一下攀岩之乐，还有这个。那就是什么，强身建国，健身强国嘛，这样。那我知道说你有一次说要去，要我过去做体验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是这样，因为怎么样，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要去体验，他会带朋友。如果这个体验的话，大家一起去，那么江小姐也可以做一个报道。哇，那实在是太美了，我现在还在整时间。那么最近有点发胖，多了2-3公斤，也不太适合攀岩。这个教起来会比较怪怪的，所以我现在减肥以后，大家强身也站在这一起过去，可能会比较好玩一点。OK， 好的，那你的脸书愿意让大家知道吗？脸书是这样，我的脸书当然有很多朋友说进来要变成朋友，可是我也是没有，我也是因为说大家有缘，比较适合的大家做成朋友这样，所以我也有几位脸书的朋友，都是觉得自己比较适合的。当然江小姐今天就会邀请你进来当朋友了，好好把这个好的消息传播出去。当然也要跟你学习一些那个洞箫的技巧，因为哆来咪还吹不好。我们老师有那个上课啊，你要不要去上苏文忠老师？我想那个真的那个不是洞箫，那个叫那个西班牙文叫做 Guena Q-U-E-N-A， 这玩意儿呢是比我们台湾洞箫还短，可但是声音吹出来也是不太一样。但是我的忘年之交说这个跟洞箫是同样原理，因此我礼拜六我先跟他学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再来报一拜师学艺啊。如果能够一起能够买个洞箫来跟那个老师学的话，那也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我们有一个同学，有我在这边认识的啊，由于那个魏全能位那位先生，对，学生的时候，学生时代是一对那位，对，那个人是有很有天分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不到半年呢，他就已经上台了。哎呦，他有天分，我希望也能够跟大家一起快乐。OK， 好，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。谢谢。